No waiting line, lost for auto. People were raising their expectations. Go and feed them this moment, no hesitations. Today's your day, I feel it. You paved the way, believe it. If you get down, get up, oh, oh. When you get down, get up, hey, hey. Zamina, mina, zangalewa, cause this is Africa. Zamina, mina, hey, hey, waka, waka, hey, hey. Zamina, mina, zangalewa, and now I我其实是很惊讶的，因为那个李欣一家唱得好，完全没有问题。陈晨我知道，同事嘛也熟，然后他不太会唱歌。谁说的？真的吗？真的，就是不太找得到调。然后每年有一个节目叫做这个主持人歌会嘛，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就参加那么一两次，然后就再也不参加了。人家觉得陈晨唱歌实在是太不怎么样了。没想到今天这么难的一首歌，他唱得这么好，是你自己唱的吗？你这个是挑战我还是挑战我们节目组？当然是我自己唱的。你知道这个词对我来说有多难哦，真的是背了很久。但我觉得也受了这两位的激发吧，有可能就真的是在这个场上你感受到那种能量，所以很多时候就自然会有那个感觉流出来吧。就真的是我自己也很意外，我居然还会唱歌了。刚刚一出场的时候，我一时还没有办法立刻判断谁是我们参赛的妈妈，谁是邦邦唱的。就两个人那个造型跟动作出场那个状况，我觉得都相当精彩。所以但我不是很确定陈晨过去唱歌的状况怎样，但他今天表现得非常好，的确有帮衬到了啊。对啊，但是我因为对陈晨了解嘛，一看哎呦，我是美女唱，我没觉得，我不想她唱怎么样，但我觉得她挑战自己。我说陈晨穿这么一个白领的状态，我要唱非洲歌曲，胆儿大了。因为他们准备那个裙子太短了，在这个地方就这个已经很短了，很好很好，他准备的还更短，很漂亮，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更挑战。是谁帮你准备这裙子的？节目组啊。谢谢节目组，谢谢。我们知道李欣和她的这个老公，结婚很多年，孩子都这么大了，但是爸爸一直不支持，对吗？现在节目放了以后，你爸爸他就说你就要你努力就好了，你要去你要做到最好，就他就是这种语气，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我很知道他的内心很爱我，但是他从来不会用语言去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但是我感受得到他的那种关心和关怀比以前有增加了。在这个一家团圆的这个过年的日子里面，那我希望他知道如果他真的身体有什么状况的话，我真的会很不开心，而且会很后悔没有跟他说一句爸爸我其实真的很爱你。祝你们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拜拜拜拜 Jay， 拜拜 Pearl。 从四川威远小山村里走来的打工妹唐丽，和为了子女操劳一生的农民工父亲，在妈妈面舞台上温情合唱的一幕，曾打动了许多观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的我爱你过。
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新的春天已经打开了大门，春天来了，让我们期待和创造更好的明天。朋友们，2013年 CCTV 网络春晚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的感谢现场的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参与。再次的祝各位春节好！再见，再见。是福。如果说梦想是种子的话，
那我觉得平安就是幸福的土壤。我们总是在问啊，幸福是什么？其实幸福很简单，幸福是千里奔波之后家里那一盏永远不灭的温馨灯光，幸福是亲朋好友之间那一声平安是福的温暖惦念。是为平安日夜坚守，为平安无私奉献。我们在这里要向平安的守卫者致以深深的敬意。我们也看到一支忠诚可靠、执法为民、务实进取、公正廉洁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就在我们的身边。让公平正义的阳光辉映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让平安北京成为这座美丽城市永恒的旋律。那就让我们共圆美丽梦想，共祝家园永远平安。日落月升，千帆过，繁星点亮平安城。你有一条路，情暖一家人，风雨争道万里征，东南西北我的城。
幸福永人，风雨争道万里争，东南西北我的城。北京万家平安，让我们许下对生活最真的诺言，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首都科学发展，全面推进平安北京建设，提升司法公信力，打造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首都政法队伍。我们坚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所有人的坚实努力和开拓创新，一定会开创首都政法综治工作的新局面。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进行的平安北京首都政法综治系统晚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光临，再见。再见。
爱的战友们，同志们，春节好！春风荡漾，唱不尽中华儿女美好向往。春潮澎湃，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方向。春光明媚，铺开了万里山河，崭新华章。今晚全国声优工作领导小组、民政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在这里联合举办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高举旗帜向未来。我们向光临晚会的首长和同志们拜年，向全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的同志们，向全国军烈属、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和离退休的老同志们拜年，向全国双拥模范呈现的父老乡亲们，向全国双拥工作模范单位和个人，向全国各族人民拜年。无限春光又一年，抚今追昔，展望前程，我们热血沸腾，心潮激荡，踏过了雄关漫道，迎接那长风破浪，求真务实创新。